好，这边昌币也要来打我们的地狱级，而且他其实打蛮快的，大概六分钟就可以打完一场了。我们来欣赏一下究竟是怎么打这么快的吧。好，第一关手消全新，然后中间那个手杀，好 ，OK， 这样就带走了。那昌币的话跟红爱是反过来的啦，龙鳞值要越低伤害才会越高齁，那红爱是红鳞值越高伤害才越高。好，这边要稍微被扁个几下哦，让红鳞龙鳞值降下来。好，这边的话有跳起来啊，不过100那个龙鳞值100的时候是绝对的减伤啊，所以刚刚看对面打过来只有一滴而已。好，这边直接开敖广下去，好，两招都开，那所以要直接去解七康了吗？他还没有开爆爆齁，所以应该是直接去解七康没错。好，这边七康没问题。OK， 带走齁。来，第二关是锁定围城。好，这边先拖一回合，两回合。好，这边技能都跳起来了齁。来，这边直接开昌币。变身也开下去了。好，那这边锁定的珠子就被转成强化，就没了。好，这边转一个六康天降来到十三康 ，OK， 带走。好，第三关粘附加十康，有一个弱转无效。好，这边开爆爆，开真四，真四变身也开下去了。好，开无视粘附。好，这边爆爆直航会天降哦。好，这边反面转得很漂亮。好，这边直接带走没问题。来，在拼图的部分，好，真是要去无视了齁。那这边记得不要手消到木就好了。好，这边爆爆的效果还在。OK， 真是大拳头带走。好，第四关手消全光跟全暗。好，这边再开了一次敖广。好，昌币饥饿也开下去了齁，减 CD 的作用。OK， 全光全暗都有消到。好，这边带走没问题。来，第五关不能消火，然后有一个燃烧轨迹哈。好，这边转到一康的火，没事没事，有减伤在。好，这边开敖广下去，来昌币也开下去，九风王也开下去。掉15颗暗 ，OK， 带走没问题。来，接着王一碎裂加六个位置，碎裂六个位置加单级十亿跟五鼠级哈。好，这边是真式的局了吧？好，没错哈，记忆开下去，来爆爆也开，好，九风王直接叠上去。这个解法倒是还蛮特殊的哦，这个应该是为了拉高 combo。好，木珠还有要再多一康吗？没有。好，这个爆爆的天降应该会有不少的伤害加成啊。好，来大拳头真是灌过去没问题。好，再来二血攻前盾哦。好，这边要先让他打过来。哎，这个100%减伤。也不是100%啦，这个减伤，对，他现在又100了，100减伤真的是威武威武到爆，23万工钱没有再跟你害怕的。
啊，来这边昌壁不是昌壁啊，敖广都开了，昌壁也在补开下去。好，爆爆开。好，最后这边又是一个几乎招式全下了，利用减 CD 的特性。好啦，那这边感谢观众帮我们提供这个昌壁，看起来意外的很稳，你知道吗？稳到一个有点不可思议了。好，那也非常感谢大家收看，最后他这边还拼了一个满版齁。好，爆爆的天降。OK， 我们就下一部影片再会啦，拜拜。